来，那谁的尾巴露出来了？哎呦，来来，吃肉了，吃肉喝汤啊！那边又蹦下来一个谁？哎，过来，宝宝，宝宝嘎子过来吃肉来来，给，一面汤一面肉啊！不吃肉的可以喝汤，不喝汤的可以吃肉。你看，哎呦，先选的汤，先喝汤。宝宝，你选择什么？苗苗，你选择和妈妈在一起吃啊？正好和妈妈，你吃肉，妈妈喝汤是吧？啊，刚才也是在喝汤呢，但是喝汤呢，离肉比较近，所以他喝的是肉汤。这是给你们新煮的鸡肉，再加上鸡汤，多么有营养！对对对对对对。苗苗啊，苗苗和他们三个还不是很熟，但是苗苗他也不吃鸡肉，他只吃冻干儿。哎，苗苗，苗苗，苗苗，你过来呀！能不能跟哪个猫一起吃啊？嘎达这有地方啊，给你们吃完了再送楼上去，楼上十几只猫呢，他们都爱喝汤，你看嘎达是不是喝完汤肉都不吃了啊？瞅上面瞅谁呢？走啦。嘎达我就纳闷，你说你也没长到十斤重，然后就不怎么吃肉了。我家猫很多都爱吃冻干，嘎达也是，那个苗苗更是，苗苗每天能吃两三条冻干。哇塞，还都在喝汤吗？继续吃肉啊，多吃点肉不好吗？你看宝宝那个眼睛多好看的哈，翠绿翠绿的啊，那嘎达又故地重游啊，宝宝也喝完汤也不吃肉了，啊，别挠了，你就赶紧走吧，你们太能喝汤了，这点应该让楼上的那些猫好好学学。说的对，楼上也有猫爱喝汤的，爱吃肉的多一些。你瞅，哎呦，还能喝的润物细无声的，嗯？啊，味道好极了。还喝呢，喝汤就喝了四分钟了，吃点肉呗，盘子里汤基本喝了了。你要爱喝，这里还有汤，嗯。哎呦，走啦，汤也不喝啦，嗯，那俩啊，这娘俩，嗯，你看巨宝在上面都叫了，好了，那我把盘子就带上楼，给他们喂，我再添加点鸡汤，大家都喝喝汤。